我没有收到公司聚餐的文件，还有你送我的这条裙子是去烤肉店这种场合能穿的吗？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不过，你穿这一身裙子特别好看，以前没见你这么穿过，今天看到很惊艳。避重就轻，别以为你夸我两句就可以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不过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可以这么穿了。哦。啊！让这么漂亮的女生一个人住，我不放心。我可是放心的很。这种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我一会儿回去就发一个群体的邮件。走就走，难道他不知道再哄一会儿就好了吗？小宁，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女生都是最心软的动物，要博得原谅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示弱，装病是走投无路。